迄就是讲半暝后吼，啊，然后可能两三点的时阵啦，啊，有听，阮咧时段咧睏，有听枪声，啊，那天光，天光，阮西光要来遮报站就对啦，我看到死一堆人啦，死一堆人在干在当年小公的暴杀行动中，统治者既然这么违法乱来，将维护司法尊严最后一道封锁的高等法院追诉，以及全未叫的台湾人官员未尽审判，精神枪决，气死在南港桥下，这是何等的残酷！今麦用眼下看人家搁知影啦，到时让人去看哩，大家惊人，到尾啊看暗人下场啊，大家来嘛看。啊，目睭拢红掉的。啊，目睭红掉，嘴子面啊。啊，拢白。啊，白手白脚啊！啊，阮来啥来看呢？啊，就来当然。阮来啥来看？对啊，啊，拢看拢看下咯，这死就认咯，死就认咯。雷震部长、吴碧雄的爸爸吴宏林。有一个相生爱的哥哥，两个感情真好，可惜命运无同。吴宏林先生受人尊重，安享天年。二八吴宏基二八事件时蒙冤受害，当年吴宏基出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，伊的太太杨川的律师是我读第三高女的时的恰修老师。事件发生的时，伊和吴对师拄啊结婚六年，约有一男一女。迄阵啊是初四五天，拢逐日都是去法院甲伊问吼，也安尼是一日啦，无消息，两日无消息。吴宏基无参加任何行动和集会。伊甚至搁去所有的工业，找找到失踪的林桂端、李思涵、车泽、洪丽杰、李水涵、李水峰、林连忠、李思，在伊消煞失踪了后，伊嘛是疑感下方欲动。在南港桥被发现的尸体，包括传媒局分草科长林学平、传媒局医生陈聪等人，因为因的落难轰动全省，所以后来所有失踪的死人才的尸体，包括我的老爸，全部被消灭掉。南港桥尸体的外观来看，因生前受过酷刑，外三个全部北走，心上配件也无快，予人非常的吞搭。到底伊是犯什么罪呢？因既然安尼被对待呢？听到这款残忍的消息，我目屎直直流。我的爸爸呢？我的老爸是安怎死呢？两公笑的所在，一个迄个就是红砖，砖就是迄个安尼倒伫个呀。啊是安尼是这个，这血管安尼开去，伊都安尼一血流啊，说是啊，啊，迄嘴是安尼顶个把恁老家呢？做啥物啊？呢，可怜的迄个情形啦。一别个就是安尼一个解看，就是拢穿干那短裤、短衫，啊，这边正手边这边哦，就一块较一块石头的所在哦，拄一个穿迄个西装裤的，迄个个呢，安多安尼是滴。啊！手大家拢用绑在咧，嘴鼻共剪了，啊！目睭共安砍咧，有诶伊落落来，有诶是还阁砍掉，啊！单单一时啊，费尔尔咧，啊！无看到个，干那即个吼，人安斩诶，即个斩甲安尼断一块，伊讲个只即个较凄惨。把人民的尊严打伫脚底，这是啥物政府？军方甲即马还阁提出无实在公布，阮衷心希望当年。方面计划参与政治屠杀的彭明志、柯万芬、军犯人士，良心发现公布阮的亲人，但是伫倒位被杀害，互受人不安的冤魂会当安息，互阮会当祭拜。台湾县教育处副处长宋辉如是当时行政长官公署。最高职位的台湾人，当时主持一份《敢讲直言》民间报纸《人民导报》，因为伊的公正，并击时局，得罪东都，避免去官职。十一月
十一号吧。哎，十一号那个群众到，多来多差不多两点外，要三点这时间来。啊，电梯里的门开开，两只穿鞋条的，我妈妈去开门，啊，开我爸爸穿裤衩的出来，做那个店。日日把事件爆发了后，一成了国父派军来台镇压，第一批被捕杀害政界精英，遗留中主王涛，在伊的太太邱艳华女士的小心照顾下，犹原过着还阁算讲稳定的生活。然而，更不幸的代志发生啊！1950年1月，邱艳华女士被国民党以通匪罪名枪决。在那个什么毕业后车头，中午来困一下，卧车都困一下。听伊讲这段经过，我心内真艰苦。毕竟我的老爸都是昏死伫二八事件的火劫内，身为后代家属，拢都爱伫暗暗禁下中受尽拖磨。度过一层过一层坎坎坷坷的人生关卡。大阅兵，每一次我都爱炒火炮，哎，每一次都爱吹，哎，我都奇怪。要是黄文国庆今年要阅兵了，哎，你户口就来调查户口，你户口我看一下。我名单了，国来我名单。哎，我的想象是这样。王叔不敢回首。如果伊老爸卖造成恶运，伊的一生一定会改观。这款悲凉的经过，深埋伊心内47年。这个人民南路，哎，这个当初的那个人民导报的设置，哎，设置。啊，恁爸爸从掠去了这间砖修，哎，不但50年了，连修都没有修。二八事件消灭了。我最大只的精英摧毁了我最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宋洪涛老爸有含冤惨死，伊老母都无要放过。在伊的爸母相问了后，财产共霸占。这栋被抄荒将近50年的厝，到即马还阁控制伫建美总司令部的体底下，无愿意交还。唔知是唔是爱当到外省人，拢总离开人间是无？我想宋洪道要替因老爸这件事，真无希望。台湾本土金融界领导精英唐鑫，出生于日本近代前2年，一生致力于本土金融事业的开拓，对抗日本的殖民统治。为台湾做了真多贡献，却死在日本走后，欢迎祖国来临的后2年，伊的生甲死，拢濒临台湾历史的转折点。对伊的身上，咱看到一个历史悲剧的缩影。啊，侬甲我讲，用入去，我唔想啦，甲跳海去啊，我唔想，亲爸含阿母。甲阮爸爸和妈妈交情真深，新伯除了伫金融界所创设的台东信托，和阮爸爸伫屏东创立的屏东信托有合股关系。1920年参与台湾青年的创办，后来改对台湾新民报。新伯啊，含时间人不时烧香。1947年的3月11日，上午何秋考考用钱。阿弟卡这边被带走，一去无回。已经百岁老大人，骨也未对巨大的伤痛中恢复。看到伊的脆弱无多，我愈发觉着自己寻求的二十八事件真相责任的重大。我是说，讲干那个袂算个人安尼，害死。总裁说，我甲你问者，互你安尼，就讲。袂啦，袂啦。讲，一
事来到红尘呀。对不起，少年，对我伤心。所以不是我听人嘛，听人嘛在好，嘛我嘛真少好红看，含你小声。我有写讲你定定在好，但是你无爱当你的囝。孙的面头前，家小的面头前，你无爱流目屎，我知影你足坚强。此情此景，亲像爸爸被带走的时，我抱着妈妈同声哭的情形。我衷心希望我的工作会当尽早完成，即使政府提出诚意来解决中年的职员，会父阿母在世时，还伊一个公道。当兴义1946年3月1日被认为涉嫌参与高政府等人阴谋勾结日军中枢歹毒案件，被区委保安司令部有感而发，写出了内心的感慨，并先暗为告善后，功夫如今感慨多，一跃三台坐奋起，欢呼声来任心如。如果担心会当当高政府等人在该案中被判刑的话，可能会当躲过过当年228事件的大劫难，偏偏一直都无起诉处分来开始。可能我个想咱台湾人无了解咱这个祖国的这体制，甲这个敢若讲遮尼贪污遮尼歹，歹到啥物事拢无。心都收袂到啦，足天真诶啦！讲起来，迄阵是够天真，有够天真，啊，都欢喜，啊，都拍拍都去甲伊做国旗。当伊驻台了后，政治贪污腐化，垄断台湾经济利益，在台驻军纪律败坏，社会动乱不安。原本热烈欢迎祖国的台湾同胞，对期望转对失望，对失望濒临绝望。看一个，伊来边啊，看一个台刷，刷惊一个，因为来边啊，盘顶啊，青草鞋吼，啊盘雨伞，啊衫被破糊糊，尾啊，拍拍过，伊个安那讲，伊讲抗战八年，大家拢想啊，嗯，搁较想，搁好个去，吼，那伊，敢那讲拍拍伊死，有写讲平生过咧吼，暗地无散吼。当兴伊3月11日被押走。也未两个月，5月初3，伊以台湾金融领导身躯集资创办的台湾信托公司，宣布合并伊规模比台湾信托搁减真侪华南银行之内，成为该行信托部。距离当兴被抓走才53天而已。像刚才讲，当时恁妈妈甲阮妈妈去政府去甲伊讨人的时。政府甲伊讲，甲咱回答，讲无啊，我要甲你抓这个人啊。啊，即卖28日，迄个报告，伊就讲，甲你抓去，甲你审判，甲你处决。我今仔日，伊一个歹人，伊一个贼啊，伊一个土匪啊。你政府，你甲审判，你是毋是来通知家属去休息？政府你也无做，你袂晓得甲阮交代。一代本土金融先驱，心思各国山河，一生甲日本巨大金融体系对抗，不料却死在伊所热爱祖国东夷手头，死后死守南巡。搁回头来看，当兴离开了后的台湾政坛上，一挂风云风飞的代志政客，危机要定，忍不住连连惋叹。这真是一个黄钟飞去，寡妇为民的国度。
白色恐怖四十年的违反例子下，公开历史真相，面对社会用功，讨回人生的尊严，是我过去连做万都无敢想的一件代志。毋捌经过真正恐惧的人，无法度通了解一个终日恐惧的心理。人类靠过历史的漫漫长夜，阮终究爱站起来迎接黎明的日头。望完羞辱的历史分别，在天若知影，也应该保佑阮完成四十七年前的心愿。郑先生是日据时代最后一位留含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前辈画家，伊为一位民族意识强烈的老爸，就是廖振平先生，同时为先进的社会知识分子关怀地方子弟。日据时代为了避免台湾人受到教育歧视，甲林献堂兄弟创立私立台中中学。就是今日台中一中，依旧台籍子弟求学。从今后，廖振平甲蒋渭川等人成立台湾政治协会，经常抨击当地地台独风。第四一代米利巴斯成为被通缉的首犯之一。十一早起，我七八点、七点外，我阿袂食饭、食饭，阿袂等我，想讲要过，等我后时间要到学校看卖。去见五六个这个师傅，师傅的这个，哦，唔知迄边个啥，唔知啊啦。阮兜嘛师傅，哦，师傅，哎，我嘛是师傅五。你哪里好诶？哪里？阮兜无。啊，我拄啊伫诊所，我咧找个啊诊所拍门个，我咧，我咧要找个廖振平，啊，廖振平就啊找二楼，我住二楼，楼骹是做迄公司诶，做办公。来安尼找找我吼，从遐个，阮教，啊做阮爸爸的迄个，做新人吼，啊一边上了紧，是尾仔才发现吼，所以，真，即个当孙中山时代吼，来台湾吼，做咱台湾家父五万多，一年五万，哈，一年就是阮爸爸吼，一年。二二八这份事件发生时，廖振平正在现场的万里红酒家开会，亲眼目睹老费冲突。事后，廖振平加入改组后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，廖德荣加入台湾中医服务队担任副总队长。李宅书到台湾了后，随即展开捕杀行动。这个问题就是讲十八吼。即、这个我无伫咧，我毋是去学校学生。即个宪兵队吼，即、这个姓姓吴吼，即、这个班长摕一张写条啊吼，啊甲阮爸爸迄个金库的钥匙，啊甲一领布大衣吼，迄条啊有写吼，是吼3000块现金予即个人。摕来这个人吼，保养吼。啊，第二，恁吼，嘛做第二吼，就讲阮阿娘，第二阿娘，你唔免等我转来吼。大陆来兵啊，不但对台湾精英赶尽杀绝，而且要阁恐吓爱情，受人家属的悲哀痛苦，由此可见，林先生一生关怀本土文化，为宣扬民族意识，办学校。教汉文，投入新民部做编辑，变为书散，四季演讲，教育民众，建成当局眼中钉。被捕杀了后，对廖德荣的打击真大。从此，伊画风，伊的人生观起了真大的改变。伊将老爸对本土的关怀、深厚的感情甲爱，透过伊的画笔。影响在伊的作品内，
照着静物甲苍远风景，伊表现着台湾乡土在人情辽阔的世界内，散发了强烈的信仰力甲成长的意志力。三年是伫北京出来，伊是国语推广委员会先派过来，啊，这个非常热心，啊，非常正义感。啊，当时因为着赵老师，伊日语也通，所以当时的台湾社会啊，啊咧学这个北京语，因为是北京人，所以讲一口真正标准的北京语。所以伊唔但伫阮宜兰中学，设立宜兰中学教阮，我伫初中的时候教，当时伊咧社会真济老师、社会人士都真愿意甲伊学。就是伊当时个台湾的社会太深入、太了解，因此受到当时的为执政者的怨毒，全来给抓去，伫南门窝啊来侦查。侦查了后，我得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学生知影伊伫教外语，将伊的死尸再给拖入，死尸给拖入，拖入的是伊分子细数的西装拢白了了，皮毛白了。我穿一个困衫，穿一个卫生衣，迄当时了是春天，春头真寒冷，穿一个卫生衣裤。我才甲伊穿衫，阮规群学生将阮家己的零用钱捡起来，收收一个买一个棺木来戴。迄款的独裁政权，伊咧杀人的时间是伫最高遐，这是足简单的代志。事件受人者其中的一个安生的医师，伊是劳动人，伊伫劳动会起高，伊是劳动的联盟家。啊，当时伊伫地方，非常个关怀地方，即个人拢对，钦佩。啊，落来，啊，山脚渡啊，啊，渡个溪里边啊，啊，溪里这个，溪里这个水底啊，溪底，其他那个什么都无无见个，贵个当个菜个，卡布个啦。当时吼，我爸爸为着这个社会的问题吼，也是一个人，所以讲伊当然是一个老师来讲，但是啊，伊对宜兰县来讲是非常肯定的一个老师了。我所了解，当时伊受害时我是十岁的，我伫厝，因为我当时我老爸是因为重感冒嘛，我伫厝休困啊。啊，当时有阮三个阿姑、母姑吼，三个母姑来甲伊探病啦吼，探访安尼。当时参阮三个阿姑拢捡了去，当场捡了。哎，啊，以后你妈妈安怎甲你？我是有机会将会去访问你妈妈，我感觉真伟大。就是别个上上伟大，就是遮个拢无名，比伫翁仔来遮个母亲、遮个老母。迄阵1947年，迄阵我因为我是1944年生的，到阮1947年，阮老爸受难，当时我还袂满3岁，所以迄阵我也拢唔捌啥物代志，是尾后渐渐大汉了后。我听阮的阿兄、阮的阿姐、妈妈甲我讲起，我才知影讲当时，拢总有7个人被掠，伫宜兰市被掠，啊用军用卡车要载去迄个台里的海边要去填海。就是含宜兰平院院长邵丁。宜兰大平院宜安东校校长、代理校长苏耀芳先生和阮老爸叶洪国，拢总7个人。啊，因为伊迄车载到行到一个所在，迄个桥袂得过，所以才要翻头载倒转来这个头城，这个妈祖庙这个所在。啊，伫是倒位吼？啊，就是现场，就是伫咧这个所在。迄阵这个土卡，还阁是土，拢全是土。对啦，毋是即马即个第一招。啊，迄当时再来遮的时阵，叫因家己挖窟啦。哦，家己挖窟啦。是。啊，因为
我困了，然后再给开枪来拍，啊拍有诶有死，有诶当天有诶死，有诶根本就还袂死，就将给弄给弄弄诶困啊底落，啊凊彩给呆呆安尼，啊所以其中后人已经手有诶手还伫存伫外口，有诶脚存伫外口，哦。因为二十八迄当时，我是担任宜兰邮电局的电信科长，所以在二十八迄当中，宜兰成立二十八处理委员会的时，因啊聘我去做呢通信组的委员，所以过院长因抓的时，我刚进分抓的，迄个八个。也共一台车，五花大白，押上本车，要枪杀。但是当时我本人毋知是要去倒，啊，我上尾啊一个才去，去到路中行一段差不多数百公尺了，拄到迄久的这个政治军的一个团长，伊看到军车要出去。因为带队的指挥官停车下来，来报告。迄个时阵，迄个团长只军车后壁只彭伯贤贵讲：“你敢是电信局的刘科长？”讲是。啊，我迄个北京语刘阿会晓讲，讲怎么搞，是不是抓错人？啊，伊才想想咧，讲：“哪会安尼？”啊，才甲指挥官讲咧，山咧才搁甲摩托落来，用扛落来，因为迄个北京伊困困。家己自己根本都无法度行动，我就是安尼脱落来。啊，世上是八个，但是去到现场枪杀的时阵七个。时阵我做安尼倒转去的时嘛，无随甲我放，哦，一直用行，对四个拍倒转来，目睭黄着，而且创枪喊昏落去，破水，精神醒起来，醒起来，搁问搁喊。啊，1951年。六月初五，我伫家人海岸电台勤务中的时，搁再搁有抓去，讲我思想左倾，阅读左倾的这个刊物，以这个理由的，也判5年。满期了，转来，搁经过10个月，又搁去，搁再搁判6年外，但是无判罪，审判3年，监罚3年，所以到头嘞，差不多11年外，将近要12年了。二十八事件的真相，如果一天也无公布，台湾都无真正的和平和幸福。这个电视较早二十八时代的时候，这人是参与的，因为王丁是才做这个现任的这个副局长，啊，伊是这个二十八发生了后。差不多你3月7日是咱两个朋友来甲组织下啊，你都知啊，咱这个以前来的官员拢贪污，啊政治上真腐败，啊因为安尼，爸爸伊个真正直的人，伊就敢若讲老百姓啊来甲即啰来投诉，来阮厝的投诉。啊！伊就是议会下加这个质询啦。伊就是当时的这个市长叫做赵恩涵，啊，这个警察局长叫做郭兆云，啊，有这个怀恨于伊的心内，啊，拄拄发生这个事件，伊就利用这个事件这个机会，加这个文化奖金，搞警察呀，搞啥？四十公尺中的安葬。伊都，咱这个台湾大厦，电器的三位设备来我厝里。
加工的中间，有钱的三千块，讲啊，互你去用安尼，你也爱六四岁，啊，做做毕业吧，啊，提钱可以就叫啦，一直不落的啦，还用一下礼拜啊，我有出来，我就全部偷偷的出来。这边树啊，边啊也平过来，边也有，这边也有。啊，迄阵唔知惊，一直甲看。后无穿衫，后安尼加穿内衫来穿，吼。后安尼穿衫又看，一边啊，一边睇哩，这些拢算人啊，规堆一骨一骨真真济啦，无当通去算计啊。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可怜，被打死这么多人牺牲，造成十几万的家属悲剧？四十几年来，还阁无法度通解决的问题。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后，在当年的清乡期间，建美总部参谋长柯万芬讲过这款的话：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结党，使得暴徒扰乱地方，一定要撑住，宁可枉杀99个，只要杀死一个，真正的就可以。就安尼，在人口五十99个的心态下，台湾的社会充满着恐怖的气氛，随时听到有人被掠，经常听到有人被枪决。生的时你是几岁？21岁。啊，你是迄阵是在做啥物头路？南屯去做炭工啊。炭工。炭工，啊，你敢毋是讲尾啊？讲去警察局做工呀？我去警察局去杀五下，去也杀五下。嗯。啊，迄两个兄弟。嗯。迄个两个兄弟正正后头，做后头迄种事。两个现实来甲你抓，啊，甲你抓对对去，甲你关起来，迄个阿婆门口囝啊，啊从安尼搞阿抓，甲你抓去，甲抓去啊，将伊抓上，上上去啊，就是正经去。啊，你迄阵讲是用迄个铁线，甲你穿你这个手，互我看下，穿个布袋针，布袋针。真是正安怎？你叫互我看。对，安尼两边怎啊？哦，去合作会安尼装过，安尼是。甲你，
安尼转过，吼，啊，脚搁转，啊，大家拢安尼受伤是无？九月，卷倒一半就对啊，怎啊甲弹？啊，好加载伊无？啊，因迄阵有穿衫无？人拢嘛穿白去。真残忍呢！伊要拍死的人的衫吼，拢白白去，大家拢穿大衫来过。迄、那个九月人吼。九个人是安尼排几排是无？排几排。啊，你是安怎那会活着？我落尾啊，尾溜，包浆尾溜的。尾啊是无？啊，你拢总无扫无掉。我你人讲哦，我要落海的时阵，无安全有扫过啊。啊，我。啊？伊要甲我拍。伊要甲你拍。啊，我一定哦。人就昏昏去，哦，人昏沉，哦，还袂防拍，你人都已经昏落啊，都昏落啊，对，啊，大清来啊，嗯，大清，遐照着穿遐，算讲去避雨，嗯，救我性命。落去的是你安怎受罪起来？落去哦，嘿，我会记得讲，嘿，你会记得安怎？落去，啊我脚脚病，嘿，脚脚病，那算啊，一三万安尼把我拄着。哦，一三万把你拄着，哦，精神，我就是讲，来去走，来走，啊，这就爱走落去，路山顶的路。哦，啊，你比的山顶，啊，你会去这比我？嗯，我去自由啊。二二八事件爆发了后，残暴的国民党军在全岛展开的屠杀报复行动中，最恐怖的杀人手段就是将活人的手甲脚装铁线，让脆弱无助性命在濒临死亡前遭受救生不能、救死不得的摧残。在满足伊暂无人性的液态了后，才阁予伊致命的枪决，身躯结队。一罐的踢入海中，这种看台湾人命不如归阿的恐怖残忍特杀的手段，绝对袂输哦！德国希特勒以牙四棒斩杀600万犹太人的残忍，只是人命的罪酒之一。苍天悲悯，受尽屈辱的历史魂魄，在天幽灵。47年后，林木基先生的出现，踢破了当局死无对证的白草围。鬼门关前回来的伊，控诉了当年的替匪政权。当年的集体猎杀事件，在全岛各地街头、海边拢有发现。北部地区就有宜山、秀门园、牛埔啊、大桥头、北里、淡水、龟南码头、海边等等，四界拢是。过路人、学生、青年男女，细细的臭味冲天，刀破肠仔流。恐怖之极，是美丽的都市。历经荷兰、西班牙、晚清帝制、日本人了后，400年来最悲惨的统治屠杀。47年前的二二八事件中，在南投县内有一场激烈的战斗，战场就是今日的摩里镇爱兰桥头，以前叫做乌牛兰桥。那场镇压的指挥官就是黄金宝先生，副指挥官郭水芬先生，决死队队长唐连忠先生。在当年，因拢是优秀的青年学生，为了拼拼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，在台中地区展开无情的报复，造成大量的死伤。又拐残暴的21师来到南投山区，决一个死战。咱即马就是伫遮啦，迄位就是。对这边这队呢，就点只甲组织安尼啦。保护官因带部分的兵力去攻击宜兰，攻击了后倒转来，我遐嘛派部分的兵力去支援伊。啊，那是讲武器交出来，咱一定死的。咱一定死的。啊，咱宁可咱战场拍死。咱这个战场。这个战略就是不可为而为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因的敬重的秘密档案内底呢，吼，讲我的兵力吼差不多100个，
诶，伊估计错误啦。咱台南的战斗力量哦，可能啊会比伊较强。当年，保利乌牛兰阵营实际上参加抗战的学生军只剩30多名，因为因诱拐21师战术的成功，避免了台中市民被屠杀不活。但是21师436团的第二营，也伫这场阵营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为着暗藏无光彩的证据，在建备总部的秘密档案内，只有30多名奋勇抵抗的学生，变成是300多名的匪徒。当时的军人，反而是代表着外省人的形象，让台湾人去感觉。结果这个当时来的军人啊，完全不一样。不要说他穿得烂了，穿得烂还是可以同情的。问题是说，整个军纪很差，偷啊抢啊，这个讲难听，这个奸杀掳掠什么都有啊。我是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那边有一个很好的中文图书馆，我一进去，然后就找到几本有关官方的记录，我非常震惊啊。我非常震惊的原因是说，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，对台湾历史上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，我居然不知道，这一点我已经很震惊了。第二点就是说，我是从台湾出来的，作为一个台湾的知识分子，居然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，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丢脸，很可耻。在当年政权不仁不义的屠杀中，真侪真侪未曾参与任何行动的社会优秀精英。著名医代表、医长、博士、副处长、医生、画家、老师、报界精英，也一个一个被消除疫情。如果若讲以一个正常的国家，因家之中足足会当做一个坚强的累积，但是因的下场既然如此凄凉，面对历史的心酸甲血泪，虽然一阵只爱大家往前看。唔好向后看，但是眼前的凄厉史料，托付着蒙冤羞辱的历史分别，忍不住泪眼朦胧，怎样也看不清眼前的景致。韩芬多年的妈妈已经过身了，伊的灵魂目前服侍伫神公司。我唔知影，恁两个老大人是毋是已经见面了？可能敢若伫拜会伫天堂和地上之间吧。假使若是安尼，妈妈就真难在茫茫人外天地中找着你了，爸爸。你知影无？阮忍屈辱40多年的痛苦，以往大家唔敢想、唔敢讲、唔敢问的二十八事件，已经渐渐见天见日了。Thank you.
二八，我派47年，太重太远，做到这主角已经会使甲爸爸交代，会使甲伊讲一声，爸爸，おやすみなさい，晚安。